塞到了。踩到它，我又弄不起来。哦，这里开始是粉的，要注意。前面也是，好不好？我说从这个前面，中间没有，这里是有。屁呀！我就是被绊倒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就是有粉被绊倒。来来来，那个，你先把你的眼镜解下来。嗯。因为，然后拿给我。都会卷吗？是啊是啊，抖一抖。就砰砰砰就摔倒了。左侧左侧着地，头碰下去这样。哦，不清楚啊。右边也有。又摔倒了。嗯。摔不痛吗？不会痛，没有痛。是右边碰，右边碰。搞不清楚，反正就啊，然后就摔倒。你有啊？没有吧？我觉得很无声啊。我回头看就觉得。感觉妈这很难滑哎、欸，因为就是就像有一次黑鸡，我也是掉摔倒，也是就是速度不一，绊倒我就会摔倒。而且也看不到东西的话，现在还看得到东西。这里口袋都有收好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简单的了。简单个头啊！这一段是平的，你要跳，我用跳跳度滑，你跟着滑。我都快要摔死，再一次吧，不好玩。天啊！就不要啊，我又要摔倒了、啊。不会啦，是只要往后顶，滑一个圈就下去。
很乱，这个还好。不是一开始没有心理准备，就是从头到尾都用这种滑板的，而且下面慢到跟什么鬼一样。你先啊？你先啊？我先吗？那就坐弯滑就对了。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摔死，不会了，小心一点。今天没有什么哎，不是，还有他有松雪，对，跳过去很短。
有什么，它是从那个板子上下不来吧？哦，上得去，都被盖住了。对啊，跳不过去。那这好像没有让人家玩，是不是？他把棒子插着。哦，是哦，是不是？还是要警告那里有这个，不要撞上。对。往下也有几个太阳在啊，但是上面又没太阳啊。对，上面没太阳，奇怪哦。那再滑一次这个吧。嗯，还是右边那个。左边。好，右边那个，然后拉到底。哎，但是上面还很黑啊，你还是。对，上面很黑，走右边切，然后去滑那个红。那个红应该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动它。应该是满满的吧，而且要塞死。只要它紧紧的，那。就用身体朝后面顶着，这样一路顶过去。然后左边就不想试了，因为这里要推得更累。哦，相信那边也蛮厚的。你不要再滑一次吗？滑就没有咯。没有，没关系啊，明天应该又会有了。为什么？十公分啊。哦，还好，我现在不冷了，完全不冷了。一下车我觉得快冷死了。天啊，街头冷了。现在整全身都是发热的状态。诶，那个人会这么快回来？我又问了一个人，嘿，又问他说，不过这是贵了111块，因为刚刚是344，3444，现在是3550。嗯，而且那我觉得第一次我买东西那个人真的很好，跟他说两个一起买，他还自动降价。不过因为他也省了运费。糟糕了。糟糕了。我忘记看一件事，我发现有些人卖的时候是没有含运费的。大部分都含。兼不含的比较不好卖。而且系统很难算钱。除非他是用邮寄。有。而且他自己就说。它是普通邮便诶，所以它连那 U-Pack 都不是诶，所以会没得追踪，对不对？我这样会不会不好？那个是一张卡的那种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小娃娃。小娃娃用普通邮便没什么好处啊，而且你还要把地址给他。啊，是哦。嗯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他地址就给他。是哦。嗯。啊，对耶，他的确没有匿名发送。普通邮便本来就没有匿名发送，我觉得他有没有搞错？因为普通邮便没有比较便宜，除非是一张纸的，那我用信封寄，那有比较便宜。还是小包，我没有在邮局寄过小包，不知道多少钱。但是小包理论上比美露卡里的价钱应该也是很便宜的。
下面这条啊，反正那条就这条，就这条，就这条。那我跟在你后面。我要拿，要拿到走到下面，我才要拿。这个上面这段把我摔死了，太危险了。你看，又有人摔倒，我不知道他摔倒。这个是他本来就不行啊，真的。对啊。我就被一坨戳到，然后我就砰就摔倒了。你开始速度不要太快了。你看，又是真的啊。没有，那个他本来就不行啊。这是第二个人哎，你又这样说。真的，他们不行啊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会一团就会卡到。我刚刚有特别小心，没有，是这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而且就是我的板就直接走掉了，我的板回就停在原地了，我就觉得啊，这样我要怎么滑？那里真的很不平，我刚刚再滑又快要摔倒了，我有特别小心，因为我对着树吧，大家都会躲开树。这树前面特别深，而且我是要停车的时候坐的，我正好要停下来，结果一二摔一次，这样真的要拿吗？会不会摔很惨？没有，下面不会这样的。不行，你也摔倒。你不是，我是要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在做停的动作。还不是一样，摔了就是摔了，没什么好讲的。你看我的 S 也变成白色的了。我撑不住哎、欸，它不会倒了。会啦。怎么会这样？就不够深哎、欸，我要擦擦不是很下去、欸。不要，不是用手弄，是用手套拍。对，才不会化掉。对、啊，那不行啊，它那个很拿给我，你用手。在这下面黑的地方，先把它拉出来，拉出来就好了。那我等一下该不会走这条路吧？很少哎、欸。
个子那么小会卡住，那么腿短应该很稳吧？稳归稳啊，我是说重量不够会被雪卡住。好，我用布擦一擦。他不是在跟我们说话吧？应该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。你先帮我拿着。嗯。全手套戴好。嗯，好。这个就可以看。好，哎，为什么？平常好像没有那么高哎、欸，什么东西高？ 5.7， 没有录到 5.7 那么多啊？为什么今天现在是 5.7？ 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回去再看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那你 4K30 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是这么高吗？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改了。什么叫5.7高？平常好像是4K30，但它现在是5.7，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改它。但是4K30听起来很弱。是啊、哦，因为它是一个球面的4K，然后通常我们 GoPro 是60fps，它如果只有30的话。会有点跳格。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到设定哎、欸，我现在觉得怪怪的。嗯，好，好，那就开始喽。嗯，我反应那么慢。好，你说你要跟在我后面。嗯，啊，我觉得我会摔死。没有什么粉啊，真的吗？这一段很厉害，我去看都知道。好，收起来了。嗯嗯，不要说半天。很粉呢、欸，很粉。你看，我已经滑成这样了。嗯。嗯。好难弄。超粉。哎。那个铲雪车还在铲着。要加强，因为半夜粉太多了。哼。
那个连接路它加强一下。它是往上推啊。推哪去？没有，它那个没有放下。嘿。它现在才有放下，还是怎样？哦，现在开始。它要干嘛？把路弄好，顺一点啊。不然 park 没得玩啊，他们大概在整 park 吧，他们应该封起来了，然后又要把 park 的雪铲到干净一点，然后再重新开放。哦，很忙很忙。哦，没人呢。嗯。那些来滑过一次的人。嗯。没人呢。要再滑一次这里吗？随便。滑隔壁好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啊。到隔壁就可以上去了。好，你有看一下今天暖车警报吗？应该都有看吧，不然现在目测有目测是有啊。对啊。嗯，会吗？我刹车都会很多粉，是吗？
在斜坡上刹车啊，我不要在大树前刹车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他在扫那个，扫一扫就把棒子拿走了。对，因为看得到就不用放棒子，看不到就要放。嗯，那怎么办？免得有人撞到。嗯。
象中我研究过摆明了用那个剂就是可以给你的。那个的关联引起是什么？悠悠没有卡利病。有悠悠跟拉库拉库，你觉得哪个是邮局？拉库拉库是邮局吧？悠悠是邮局。哦，邮哦邮便。对对对。那邮便也有译名。啊？悠悠也有。没有啊，悠悠就是用梅洛卡利的悠悠机，拿去邮局或者是 Seven 或什么机啊，或都省。嗯。反正就两大系统。Yamato 就是 Dakuraku， 邮局就是 悠悠， 然后两个运费其实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。然后那个也可以追机啊。都可以。对啊，我就是觉得他用普通，我怕他都寄丢了。去了吗？我拍起来啊！有人挖馒头哦，挖很深哦。嗯。那就去了。哎，你往那边看，你看得出来。哪里？右边的馒头。对啊，很深哦，要修哦。刚可以那么勇敢，那样一直直冲啊，我都觉得快摔死了。往后压，往后压，避免被他绊倒，然后速度就只有那样。
起步，然后直直冲掉。速度は左側に降りてきますので、ご注意くださいませ。どうせ、速度は左側に降りてきますので、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因为 now
不会觉得我松的是上面。等一下，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额头冷，我刚刚在头拉好的时候，前面拉好上面，现在额头冷，额头完全没有东西，怎么办？绊了一下，吓一跳，差点觉得自己要飞出去。好，好累好累。
安静。对啊。好酸哦。拆枝，怎么的？绊到了，绊到了，有一个很深的地方的。好，好高哦，上不去。是拿不动你的杖，你的这个。而且我刚感觉到还有滑行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身体往下滑一阵，我把手张大才让它停下来。哎、欸，我的杖也掉了，我把它丢下去，然后我也发现我的杖也跟着丢出去。被勾到。对。感谢你。没有累，但是我觉得我不好站起来。我现在是屁股做出了一个座位，然后，但是我的脚一踏的话就会滑出去。不会啦。会啦。我要做出一个地基才能踩。然后接着要整理身体。有撞伤吗？没有。你的领子里面都是血，弄掉。这样吗？再往前倒一点。哦，好。好像已经装进去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脖子后面。后面呢？后面还好。后面还好。刚是。好。勾破的洞洞好像有血。那个没关系吧。这个再拉一下，对，然后那个血，那个面镜的那个袋子也都是血，面镜的袋子，就这样子边缘，嗯，那就不管了，用这个排一排，好，对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就一个凹吧。站稳再上来，还是你要拿下去？我下来。就是虽然在我眼前，其实这是很遥远的地方。第一法则，很松哦。
的脚。对啊，有小孩子的脚。你这里很不行哎，很不平哎。嗯。太阳出来了。在我们头上。对啊。嗯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有吗？它很早压的，这里感觉到底，那里感觉不到底。这里的厚度就是那个十公分。好，走了。安全的、啊，往后压着直直下，对我来讲比较安全。会吗？往后压着直直下，太远了吧？还好吧。
また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停止した場合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停止Thank you.
次走的切切路，雪要变得更深了，怀疑自己切得过去，切不过去，怎么办？太深的话就会陷进去，但是好像也很多人切过了，就可能不会太深。前进。你要可以啦，只是他警告那里山了。不用走那段路啊，有的人就要推。
要走。嗯。倒头下山。10:45，我在想，那不就是吃饭时间了吗？10:58，好，去吃饭了，去吃那了。OK， 哥哥。那至少我没有吃比较饱吗？你说还不饿，对不对？那个位，你不用上位，直接的好，那我们。对呀。Thank you.
自己不是也说不饿吗？不饿啊，至少要尿个尿，至少要尿个尿。刚刚我完全没有录，真假？你不是都是用着你的头在确认的吗？我后来没有啊。什么叫摔倒以后就没有了，还是之前都没有？我不知道。还是要什么时候叫救命吗？我没有听到。没有啊。